小小博物馆 KOL 海洋知识发现号熊的性别篇出发。嗱，考下各位小小博物馆 KOL， 大家知唔知道点样可以分辨一只熊嘅性别咧 ？A 系睇大细 ，B 系睇形状 ，C 其实系冇得分嘅、哦。俾三秒时间，大家估下。一、二、三，应该系大细。平时见到餐厅嘅生蚝都有大有细，我就估系睇形状啦。妈咪话生蚝嘅产地唔同，所以先唔同样。我估根本就分唔到男女。Bingo 啊！蚝嘅性别其实系会随住时间而改变噶。同一只蚝咧，有阵时系男仔。有阵时又会系女仔噶喎，吓咁都得？嗱，蚝咧其实咧喺出世嘅时候咧，通常都系男仔嚟嘅，即系雄性啦。到佢哋去到一岁左右咧，就会变成雌性，即系女仔啦。嗱，唔单止咁样，其实咧喺一年里面咧，佢哋可能咧会随住环境嘅改变咧，会多次转换性别。有啲时候会做爸爸，有啲时候就会做妈妈，咁就方便咧生产下一代噶。哦，原来系咁。